在《天方夜谭》这首美妙的曲子里面，他写给了低音管一段非常优美的独奏乐段。他出现的地方是在第二乐章，在小提琴的独奏段落之后，由低音管有如叙说故事般的展现他的主题。我们在吹奏低音管的人呢，对于这段旋律最大的挑战是，他要展现不同的氛围，能够有如独白一样给你不同的个性。乐团片段是《费加罗婚礼》。在《费加罗婚礼》这一段序曲一开头，由低音管与大提琴他们一起演奏出一段非常快速的音群。对于我们的挑战在于，你必须非常的干净，然后非常的小声，然后与大提琴完全在一起，虽然你常常听不到。在卡门的歌剧里面有一段间奏曲，它描写的是轻骑兵在上面叫巡逻，那这个时候他写给两只低音管一段很有趣的骑奏片段。